恭喜今年的特别贡献奖得主，我们最尊敬的李基准先生。因为他有阿兹海默症，所以他并不是很清楚今天是来领金钟奖，但是他对于参加这样的盛会他是很开心，然后看到很多在他印象中熟悉的面孔，他每次看到都会热泪盈眶，所以我们相信他心里其实是开心的。我们相信彭老师的他身上有流露出他对声音的喜爱，特别在金钟无锡这段时期拿到这个非常重要一刻的讲座，